后宫无菜单1500的料理，来开箱一下。这该不是这是鱼汤吗？干鳗鱼汤，鳗鱼汤，鳗鱼汤，这是喷吗？哎，给镜头看，这是我要吃。哎，好臭、哦！这哪是鳗鱼？哇，这知道是鳗鱼鱼吧？鳗鱼最后长这样，鳗鱼没有边边这个刺。鳗鱼没有排斥，这是放了两天已经颜色有点淡的鲑鱼。他说这个是鳗鱼哦，鳗要算鳗鱼。脸色特变。那要算做这种味道啊？泡菜，我理解，我泡菜大师赛，我不敢闻。那你闻一下，我先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好酸哦！哇，你要杀小？哦，好臭！快起来看，这到底是杀小？哎、欸，我没凑上去都，我都不吃。哎、欸，我没凑上去，味道就溢出来。不行啊，身为一个。泡菜大师肯定要吃不下去，理解一下，怎么这么酸啊？他醋加太多了吧？还是他臭掉了？哎，这不行，这个他那个菜也有一个臭味，他不止腌的有一个臭味，他菜也有一个臭味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泡菜大师，这就是那个菜的臭味啊！泡菜大师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丁乐，欢迎收看特好吃。今天我们在车上。突发奇想，我们今天晚上呢，本来要招待 Stanley 还有我们摄影团队吃一下这个澎湖在地的海鲜烧烤，就是在自己家自己弄这样子。但是我们想说，哎，我们自己吹多好吃多好吃，好像有点不真实，好像需要有一个对照组。然后我们也想看一下这个，就是那间9458在被网络爆破了2周之后，到底有没有稍微改善一下。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摄影团队里面最能吃、屎都能吃的阿峰，来替我们实测一下这间9458到底长得怎么样。这边有鱼叶吗？先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菜单。好，我们现在菜单就是1500、2000、3800。对，然后我们要那个吃到饱。我现在没有吃到。好，我现在就是这种1500。好，那你看一下。好，那1500。好，谢谢。他在那边，他门口啊，还要开吃吗？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进场的时间大概是7点。今天我们自己准备了一整桌的海鲜烤肉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澎湖最有名的就是新鲜的海产之外呢，就是这个了。我觉得这个是特色，这个可能称不上特别有名，但这个应该是澎湖在地的特色。因为像东石也有蚵仔嘛，但是我自己吃起来就是真的是澎湖的比较好吃。哦，澎湖的蚵仔比较 Q， 比较鲜甜。这里15斤1800。嗯，很便宜耶，感觉15斤大概，我们如果不吃肉，不吃海鲜，什么都不吃，只吃这个，一个人大概吃3斤打死吧，3斤大概是15到20颗，今天这边食材弄一弄，应该打死10000块吧。撇掉战车的话，餐费预算差不多是6000块。6000哦，啊，战车是多少？算不算？因为战车是他来的时候说，哎，这个招待给你，招待给我们啊。哦，对，我们有派一个摄影师阿峰。去吃那间9458烧烤，688吃到饱。不过他刚回传最新情报，他继续说店内已经没有卖吃到饱了，全面升级无菜单料理，1500块起。反正我们就叫他那就点最便宜的无菜单看。然后我们刚好这边6个男生，全部打死大概7000-8000块，一个人还不到1500。到时候我们就比较一下两边的食材到底差距有多巨大。那我们就先来试一下澎湖特产牡蛎，
好鲜哦。一般来讲吃牡蛎都会有一点臭臭的感觉，对，它没有，它完全没有臭味，它只有咸味跟鲜味。有人直接生吃吗？还是没有？有，但是多半都还是会弄。这样算生吗？还是我看还好？这个刚好，这个我觉得酱到好处，这样你会觉得太生了，你就吃吃看，因为它不会臭，所以就算生一点也不用怕。这样比较好吃，它很鲜，它很 Q 弹，超级饱满，超级饱满。英雄回归，看看我们的战士回来了。所以食物整体而言，1500块，1500块啊，你觉得值多少？他现在这样给的话，500-600，我觉得真的差不多。500-600差不多，对，500-600差不多。我吃完，我最后一个感想就是，我觉得我要牺牲了。超咸，什么东西都超咸的，你们大家可以吃看，它真的啊，所以你还带了一部分回来，你吃不完。对啊，来，我们直接进去吃吧，你们可以吃看看。我急着要开箱看看，它好吃的牡蛎。我们现在就把阿峰吃剩的后宫无菜单1500的料理来开箱了，这该不是这是鱼汤吗？干鳗鱼汤，鳗鱼汤，这是吞吗？哎，给镜头看，这是我要吃。哎，好臭！我闻一下，这个就是夜市里卖的那个药膳，那个一碗60块的，然后汤很黑的，他只把他的汤调淡一点，但主要是他真的很甜，这真的不是食物，清新全糖，这不是食物，那这是什么？那个是哦，烤肉，哦，烤肉不可能没了吧？不可能没吧？有牛、猪五花跟鸡，我闻一下。闻起来好像是正常，来了，我闻起来觉得很咸，哎，真的不错，说鸡腿肉可以烤得这么柴，哎，反正天下第一人，这是我烤的，它的烤肉很不人性化，是它的那个烤炉你没办法自己调大小，这不是烤的问题，这个它鸡腿肉不新鲜，它粉粉的，它超级不新鲜的，它已经没有任何油脂了，那这是什么？我还可以吃，就是很难吃，猪五花，这个是五花肉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部位，不是你来，还有骨头啊！不是你看一下这个，那这到底什么狗部位？全部都是油哎！不是，这比我冰箱直接冰一碗拿出来。哇！等一下，我跟你介绍一下，有汤哦，有汤。你现在看到的东西，一个人均不到1500，不正哦。啊，你再看一下你刚刚吃的这些，有汤哦，里面正。他笑嘞，他刚刚看到这个大哥笑。泡菜，我理解，我泡菜大师，我不敢闻，那你闻一下，我先看一下。好酸哦！哇，不要擦了！哦，好臭！快起来看，这到底是啥小号？我没凑上去都，我都不吃。我没凑上去，味道就溢出来。不行啊，身为一个泡菜大师，肯定要吃不下去。理解一下，我吃过韩国几乎所有的进口泡菜，从什么中家府啊，什么有的没的，我几乎全部都吃过。好。有时候其实做节目怎么这么酸啊？他醋加太多了吧？还是他臭掉了？这不行，这个它那个菜也有一个臭味，它不止腌的有一个臭味，它菜也有一个臭味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泡菜大师，这就是那个菜的臭味啊！泡菜大师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泡菜跟那个汤是差不多 level 的，就是闻的就不是食物。那汤真的，我喝一口。是鳗鱼，哇，这知道是鳗鱼？鲑鱼吧？鳗鱼最后长这样，鳗鱼没有边边，这个是。鳗鱼没有排斥，这是放了2天已经颜色有点淡的鲑鱼。他说这个是鳗鱼哦，药膳鳗鱼。脸色特变。那药膳做这种味道啊，它我用闻的就觉得很泡菜好一点，但真的很甜，对不对？它很甜，然后它的药膳又很奇怪。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牡蛎？牡蛎这个汤巨爽，但是会烫。你好屌，你不怕烫哦？是不是鲜？假设这个一颗50块。你觉得后宫私厨的值多少？8块。我们这个也是蒋美牡蛎哦，就是他跟那个顾客在那边嘴炮，说什么我蒋美牡蛎一斤多少什么，我们这个就真的是蒋美牡蛎。最后我在结账的时候，那个店员问我说：“可是今晚的餐点都还满意啊？”
那你会做吗？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演员很会做人，还不错。嗨，你今天过得好吗？